目前土城暂缓从化区内的交易相当热络嘛，那我们有分析了几项原因。那我们的板南线是本来就通车了，那我们正在有捷运的万大线二期正在动工。那土城原本缺少一些商场，那商场月光广场已经在2018年的开幕。那4月份的话，土城医院也正式的营运了。那未来有麦当劳，那现在有 Uniqlo 的大型连锁品牌进驻，那我们吸引了不少双北的首购。台信建设机构于三重芦洲起家，那深耕大台北地区已经30年了。那我们推出了旗舰的造镇计划台信热情室，那塑造大基地、大规模、大街廓的整体开发优质生活城。那我们总共规划了有6期，那目前第一期的乐郡区已经即将完销了，那目前推出的是第二期的乐多区，那销售率也达到了50%。那我们的规划是最受首购族青睐的高坪校2+1房及大3房，那临近清水的家乐福商圈，那车程仅3至5分钟，近永德林科大的学区，公园绿地生活机能相当的完整。那这一栋就是我们乐多区，那它总共基地面积是约500平，那总共规划了88户，有4户的店面。那它是地上12层楼及地下4层楼的建筑物。那我们一楼的话是挑高4.2米，那大厅的部分是挑高7.4米。那我们总共的公设的话有阅览室，还有交易厅，还有健身房。那我们在屋顶平台的话有规划了 BBQ 烤肉区及星空的赏星平台，还有一个最常使用到的晒背区。那除了结构我们保固15年之外，公司另外提供了5年的防水保固。那我们与其担心中古屋及旧公寓的房屋问题，那我们每月还要缴租金给房东。那我们目前提供的是定签10%及工程零付款，其实买房一点都不难。